相信自己，我们能夺冠。
这条途中线是你进入弯道的最佳选择，跟着它。 保持专注，紧跟辅助线过弯。 接近辅助线，再向左靠近一点。 漂移角度太大，注意调整。
近，加速。Bye.
再靠近右侧一点。失控时注意反打方向盘，稳住车身。